基本都认识大家哈。那先特别谢谢啊，像那几个像威权啊，王团长，还有东京树啊，他们一起来做把这个活动办好。那他们发了很多的精力。啊，这次呢，我们的除了这个我们活动之外，我要特别想一下我们几个旅游下山乡一个特色的。那我个人我叫做王本团。你们叫玉山峰，是吧？那当初呢，有28个人哈，在09年的时候，在我们家开了2次会，在这2次会当中呢，就金涛就做了会长，那我就变成副会长。那我也是基金会里面唯一的从台湾来，所以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一个台湾人起来那我就这样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人，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。所以不该我出现的时候就常常出现了，对吧？那就是，但是呢，我们每到夏天的时候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我们会音响的关了。那我们就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标准了，这是我们的特色。我们这边非常专业，有律师，有会计师，这样的，这是我们的特色。我们讲究专业性。第二个，我们讲一个审核的一个严格性，每多出一个 party 就很时间都比较长，对不对？每个小孩资料都要 check， 所以要有正式的功能成绩单，那这就有点，那明天呢，像是一个母亲节，对不对？我帮你们准备好明天母亲节出来吃饭吧。那母亲节有一个特色就是，哎，就让我想到了妈妈们做饭的一个严格性。请大家保持安静，好不好？那今年母亲节是我第一个没有母亲的一个母亲节，啊，就让我想到我妈妈，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，妈是开餐馆的老板娘，专门负责收钱的。那她最让我怀念就是水饺，包水饺。那水饺馅呢，她每次就买，我们就买5磅的水饺饺料。然后他就说白菜呢一定要切丝切细，然后把水要挤出来，然后肉呢就要开始过水。我想，哎，为什么不用这白菜水，就直接加了很多水啊？不行，一定要那么好吃，一定要过水。我说我加葱啊，加姜啊，加什么？然后他自己再把味道调出来。然后调完以后呢，他跟狮子那个来看看，说，哎，味道行了，我说不行，再加点。他每次就自己85岁了，手都举不起来，他是很有耐心的在过线。然后完了五磅以后，我们请个学生来吃，一次就有40个学生来吃，我们非常的高兴，吃到一个正宗的一个山东菜。所以同样，我们基金会也是一样啊，非常的严格，一定的程序，一点都不能乱，就是我们自己要讲。那我们讲到了，目前为止我们这6年呢，我们支持了171位的小孩。171位的小孩应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那我们老孟哈，孟凡斌在不在？老孟，他才刚回来，现在我们在才到东北啊，去领了7个小孩的钱。老孟，请坐，谢谢啊，大家给他掌声一下。171个小孩不只有中国大陆小孩，也有12位台湾美浓的小孩。美浓的小孩是客家，是比较少数的一个民族。我们去年也开始进入，那今年我们就准备做3亿的客家小孩。那3亿呢，我们这次太高了，排班。我们下礼拜二，一个叫 Brenda Carter 的美国人，在那个小乡下，那个小乡下只有1个人的，这每个人就以那边为家。他就说愿意帮我们找10个小孩。所以下礼拜二，他飞机下来之后，我们要跟他谈，他会找小学跟中学，总会有4个小孩在台湾3亿的小孩。但更期盼呢，不久将来我们将会有香港的小孩，这个在一起很多吧，希望你去帮我们找，像2岸3地到时候都会有小孩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。那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就谢谢大家这么多年的一个参与。那不止我们现在做短期的，来做一些长期的。我们长期支持了50多位小孩，第一年，
所以五十位是什么概念呢？你说一个人300块，也就是15500美金，每年最少最少要15000美金。那再加上每年的东西的钱，所以呢，我们能够走到今天呢，就是因为有各位的支持。所以我们大家看到这边很多的拍卖都是待会这个爸爸们会卖奖券哈，就希望大家能够掏出腰包买东西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感谢王副董的深情感人的讲话。捐资助学是一项功在当今、利在千秋的事业，只有大家一起参与，才能圆更多孩子的求学之梦。下面有请基金会副董事长潘琳女士为大家致辞。大家好，我是潘琳。大家稍微安静一点。各位晚上好，我现在非常关心的是大家是不是都有座位了。OK， 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参加募捐大会，一定要保证每位朋友都有座位，都有吃的，是不是都坐下了？那边几位朋友还站在那里，是不是有座位？是不是有座位？那边朋友都坐下来，请都坐下来，好吧，都请坐下来。还有呢，我们晚会现场啊，我希望大家一块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啊！我呢在基金会负责这个长期资助这一块啊，跟大家讲讲这一块。2013年呢，有几位朋友呢问我们说，我每年呢都给基金会捐款，也很高兴看到基金会捐助了四川、云南、广西、贵州等等地区300名贫困孩子，但我想要一直资助同一名孩子，可不可以？那董事会呢，就这个提议呢，进行了很认真的讨论研究，然后我们制定了规则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一对一的长期资助。长期资助的候选人呢，是那些符合长期资助要求的，既是那些贫困但又非常优秀的孩子，并且呢，他们已经获得了这个基金会的一次资助，这些孩子呢就变成了我们长期资助的候选人。那长期资助的资助人呢，每年为每一名所资助的孩子呢捐300块美金。基金会通过呢，在美国和中国的志愿者们呢，给每个孩子获得长期资助的孩子呢，每年计2000元人民币。长期资助这个项目呢，一开始就得到了大家的热情的支持。第一年，就是2013年，就有9位资助人资助了13名贫困孩子。2014年，我们又有19位新的资助人资助了24名新的孩子。到目前为止呢，今年又有13名新的资助人资助了16名孩子。这其中呢，有些资助人呢，这2年来呢也继续在增加他们资助孩子的数目。所以现在我们共有36名资助人，总共资助了53名贫困的孩子。可以说呢，我们这个项目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。我们基金会长期资助部共有8名志愿者，6名在亚特兰大，2名在中国。这些志愿者们为了联系那些获得长期资助的孩子们，他们牺牲了许多自己的宝贵时间，一遍又一遍的
邮局啊，然后呢叫孩子们把这个收据再返回到这个资助者手上，这个过程呢也挺复杂的，常常是也是要一遍又一遍的联系这些孩子们啊，这些啊这些啊家长啊，听到了大家都很辛苦的。长青资助的资助者呢也是来自各行各业的，有些是做生意，有些是当工程师的，有医生也有律师，我们有大学生、研究生，还有高中生。我们好心资助人呢，也资助了多名的孩子。有人会说，那是他们有钱。但我说不是的，那是因为他们有爱心、有善心。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向所有的志愿者表示衷心。
小孩只要花多少钱就可以帮帮忙？300是吧？是不是300？对，表示大家还在听，对不对？仔细的听哈。还有你们知道刚刚我们主持人讲说有字画，还有什么？有个 iPad 什么 ？iPad mini 是吧？啊、哦，就表示今天抽奖的奖品非常丰富的。谢谢孙德华，谢谢孙德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们今天晚上的那个美食已经出炉了哈，我们邀请所有的评委上台。我们今晚的评委有美食团团长冬青树，一凡烹饪学校校长王凡。是，以及我们雅城名流孙德华先生、李本泉李委员，还有刘雪、唐学新、范建东、白嘉平，请你们上台。我们有请王凡校长宣布三得奖。先上来可以开。